大家好，我是艾贝，温馨播报9月25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秤座，今天呢精打细算啊，身材有道的一天。金牛座朋友呢，恭喜啊，今天呢是网络的约会，彼此有好感。摩羯座朋友呢，今天是安排旅行度假啊，享受悠闲的秋天时光。两枚星座今天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双子座朋友网络购物充满了很多消费纠纷，牡羊座朋友呢则是大吃大喝，健康有点失调，而且要注意便秘问题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，火象星座请用橘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用黄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用绿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用卡其的颜色数字3。